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，今儿个俩整点豆角包子吃吃。这是一夏天晒的干豆角。一下来少吃一点丝哈，想着真的这冬天的春天的时候啥时候吃啥时候泡。三勺盐，三勺盐不够。几勺？最低得五勺盐。你弄个调味酒啊？好。盼盼，这煎面得擀碎，擀碎了。光有白字儿。这蒸过了没有花里边儿吗？哎，可不想下了呀！就整点炒炒。弄点面。小哥，我跟你说说这和大块面咋和。嗯。那时候年轻了，给人家蒸馍，给人家盖房子，给人家蒸馍。嗯。我是走我去和面，挖点子面，那有饺子抓开它，挖点子面去炒了，用水，用手。哦。炒，一些炒成面不筋了。嗯。全部面不筋，我那没有擀面的，三八两块都成了。还弄点水，揉，跟肚子一样，越揉手上越粘。你还笑我？粘，手上跟那蜜蜂堆了，要再勒不出来了。就是，比如说你看，就这样炒，那大盘面就炒，一样炒，拌匀了，就来说吹进锅，一揉就成了。哎，三八两块都成。你看，你不用面布啊，啥闺女？等一会儿蘸料再用。啥蘸料啊？全被面布白的盘出来。哦，那好吧。咦，盘煎盘开了，面布也吃里头啊，面也白，光搁那干肉不中。赶紧别跟我搁那长远，后台再要露的好。OK。三分干劲儿，七分包劲儿。我刚刚唱的，你能包个圆？那倒是，你看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说那个鳄鱼，我都听不懂啊。看，唱的也能包上圆。那就是，没有我都说三分干劲儿，七分包劲儿了。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存了都得填饱。我比他大。姐姐，把地磨好了。毛嘞，包好了，得等40分钟啊。你来点凉水啊。哎，切瓜去了。切开，红锅琢磨不中啊，光切底儿。嗯，好。哎呦，哎呀，真住劲啊！这么劲做声。好了，一会儿看看流泪不流泪。好，流泪了开始计时哈。流泪了开始计时。计时40分钟。嗯，好。OK。老爷打过来了。哎。好。你背过来。背过来。背过来。快点。赶快。你等会儿吃包子了，等不及了。你看那地了，看那不拉油了，哟，落牙。哎呦，外面有点热。你想尝尝这凉的，这热馍可不能很吃，吃了对胃没好处。嗯，正白，香喷喷的。香喷喷。来啊！你一会儿试试，你尝尝啊！中，你很好了，看这个包子，舒服了，香着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